战争，一场行为艺术。连庄直接带走了马超，小胖拿到了双杀，马可波继续在点，鲁班拉是一个一技能上去控到了马可波了，进了，进掉了关键的一个控制，但鲁班拉是又来了一个大招，再拉回来，马可波上也有一个复活甲，还能站起来，再来个一技能，又来了，然后回过头一个反手，但是点死小胖，小九这一波天秀啊！真的，吴家吕氏公侯，其实村野匹夫，上打了烧绝。那边一统的压位置，来了守约，守约去往后拉，去绝杀大招，是一统一枪戳开了小鹏跟花拳，两个人戳死了，回头再一枪，还能追，而湘军那边无坚不摧，第二人击破，单人切两个射手，珍惜痛苦吧，他表示你还活着，秒掉了，根本打不死，进来了，周哥一下就把了两个人，紫金再来越过一下，人头能不能拿到手？拿到了。全力以赴推倒对面，是战争的基本理念。看着关羽的位置，马嘴边断了一下，想要推人，但是第一时间没推出来，蔡文姬被秒掉了。但是没关系，关羽再进去顶四个，再顶出来，剑心倒下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感觉最美战场已经被压到了血泉附近了。老干爹大哥，是啊，这样的话是明显关羽三连绝杀。惊雷，找一身肝胆。这已经出来了，是。小绝，这波的话，小一就救不下来了。蓝海这波进场不错，自己会不会打在里面？回头，蓝海来回刮，追点。小一极限收一个，两个，你不走我就要三杀了，全部吃下来。狩猎目标的鲨鱼。追索血的滋味，这波刘做太野了，阿豆开始复活，吕布就是硬游人，小林先带走一个小 A， 暖阳那边飞起来找谁，紧急要硬扑，小金那边躲开了，阿豆那边也被带走了，没有那么打出伤害，那变了无敌了，哎呦，这边给到了一球控制，小金再收一人，这波团灭了被金为五，直接打没一波一换五，四连超凡，没有乱世之中。我来彰显威名，进抓住了五星的位置，五星一个一技能的反吹，但自己扛住伤害被朱墨给戳死了，能不能收割，再来一枪扫花海，花海也倒地，但马可波也接连拿小博，把小博给收割掉，马超再来一枪，朱墨能收吗，朱墨补一个人的伤害，但是镜头龙哥里面落下去，加速四连超凡，如果你希望死得痛快，那倒是有希望，想杀呀，想杀呀，元哥已经交了，交了位移，顺便给了一个沉默，但感觉顺便自己要没了，在末期控制了马超，马超收枪直接拿下来，再来一枪，再能杀，塔下三杀，枪击三杀呀，我的天哪！比海更深，比天更蓝，能不能不出计划？我不会比现在更自由。拉了计划，小白打飞桨，杀一个，杀两个，脾气上来了，不是。一个进化就可以了。我的心有半个橘子那么甜。哦，动手要开啊！真的要开吗？雨玲，让我那个很不错。哦，一诺中间切到家了，回来还能打。哇，一个雷扎下去，正雷顶，无名先倒，回头关羽也不敢打，再补一刀，侧面拉回去，出城没了。一诺追着点，先点花海，但靖宇跟上补伤害，自己没死，上面有个笑影，跟个雷有没有反手退？还要打中间位置。这条画面被救不死，三连绝杀。